好，那那个影片的部分呢，我现在就简单介绍这个 Animoto 这个网站哦。那它本身呢，它有提供很多一些范本你可以用，你可以到这边 create， 那你30秒内是免费的，好，30秒内免费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找找看你想要的这个影片。那当然有这个符号的，当然就是属于付费的哦，你可以找找看哪一个是你想要的。假设我点了这个，好，你就可以在这边有没有30秒免费选这个，你可以先预览一下它本身有、哦、你预览完了，那就进到了线上的剪辑的一个程式的界面，它里面呢有提供，包括你可以增加影片啊、图片啊，你可以增加文字，也可以打中文，只是字型的部分主要就是新细明体、哦、新细明体的部分，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子哎点进来，从自己的电脑上传，或是它内建提供的都可以，它也有帮你做分门别类。假设你要哪一个，你就点一点 ，Ctrl 按着，好、哦，加进来，有没有？这样就加进来了。那它会帮你先计算一下哦，你现在呢可能会用到几秒钟的时间。好、哦，你也可以从这边再增加文字或这个。好，如果假设编辑好了，你看预览，就可以先预览一下，那它会帮你加上你的音乐，还有你刚选的那个样式。好，很快。声音的部分可能各位现在会听不到，但是你可以看到影片的部分，如果没有你就叫它产生出来，这样就 OK 了。有没有我们刚刚放的图片都进去了，就像这样，就这么简单而已、哎、所以现在的这些云端的这些剪辑已经变得怎么样，越来越容易了。影像是最刚开始，是现在是最普及的、哦、再来就是以后的影片你会像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所以可能软体的部分会越来越少，所以专业的，但是一般性的使用可能慢慢的就会往云端这个方向前进。好，那剩下的可能我就没办法再继续讲下去了、哦、不过呢，我想各位有兴趣的你可以再尝试看看，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那个所有的上课的研习的这个录影片，我会再把它公布在这边。好，那其他呢各位在讲义上的第一页的最下面那三个网址会一并把它公布上去。那最后可能要麻烦各位帮忙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问卷，麻烦各位可以帮我们填写一下。好，还给你。这样各位对于我们今天研习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原则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在讲义上也有的 email， 还有的联络电话，在后面那张心智图上，好，你可以在这边找到我，也可以在哪里，在 OneNote 上你也可以留言，在那讯息那边，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在那边留言，我都会回复给你，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有吗？好，那个问卷再麻烦各位帮忙填写一下。